玉环，玉环，金彪兄，您刚查到什么线索？朱书贵伊都是信彼的大派人，对不？大小姐，代志跟咱想的，敢那无同款。无同款？最近下来，发生一条大代志，金素海甲十一哥利用信天高对付朱书贵，伊不但是损失惨重，而且各行阿兵搞你信天高。 大小姐，我知影你尽管混出书柜，又唔过即个连你阿娘拢受着牵连，玉环又去游街无头家，伊个人用石头是牵头上。玉环，你提到伊阿娘受伤的代志，你拢未艰苦哦？敢帮你的心肝癌，真正我怀疑。伊的代志跟我无关系。玉环。 我无想要讲啊！你一个人徛在遮，是咧想啥？ 坤英，你害我喘一下，你不来啊？安娜，你伫烦恼填补哦。嗯，伊哪会知影？啊，你袂看普通时哦，像有查某囝共款。其实哦，你伫想啥，我拢有会着哦。 白白是查某囡仔，你伫咧想啥？我哪会袂了解呢？你讲得无唔对，我是真担心。田宝伊搁较聪明，伊也是毋捌见过世面，伊哪有可能当伊赢朱书贵迄只老狐狸？我惊伊继续留伫朱家，早晚会出代志。卡苏迄个江田宝。 连你的话，甲青龙话拢无爱听，你嘛无遐多啊。放较轻松的，咱想遐济好无？咱若知影代志会遮严重，我当初无应该甲伊结去，对青龙来即搭。我应该留伊的身躯边，伊一定会缀我走的，伊一定会缀我走的啊！是肯缀你走，当初时伊就走啊，袂等到即马。 除非你等去主家找伊，啊那无，即马就算你后悔嘛袂赴啊。你讲拢无唔对，看起来只有我等去找伊这个办法啦。你要等去主家？袂用的啦，官会的人哦，四个伫咧抓你呢，你即马若是出去哦，一定会互伊抓到，你袂用做这款戆代志。你放心啦。 我毋是遐尼冲动的人，我真无简单才走来遮，免得有可能搁去自投罗网。我毋是清凉啊！<笑>对，你有参照清凉哦，遮尔戆弟的人，才会做代志哦，无考虑着拼性命。啊，毋过嘛，因为清凉个性遐尼调直，你才会介意，对无？我。 虽然有时阵，恁两个人会吵吵闹闹，也无什么啥物歹势。啊，不过会当做伙，互人遮新鲜呢。你唔通忘记，我嘛是一个查某囡仔，你咧想啥物，我嘛看会出来。<笑>你放心啦，我会交往遐陈雄哦。 假使讲迄个江天宝继续一面不误，就算要放，我嘛会把刀等在你面头前。多谢。别别，查某囡仔，你那就跟我说多谢嘞。那恁无代志，我先出去啊。
有环，你拄则有看到我练功夫对无？哎呦，金苗哈，我这边毕业了，我练了后武功进步就多嘞。拄则我出将的时阵哦，手刀遮拢泛红诶。后边哦，我讲话啦，一定唔拿破鸭子啦，搁会当。这样话，你哪还袂困啊？走出来是袂创啥？今麦在想着讲，我搁在家哦。来讲着武功哦，我着啥物拢袂记啊。你遐坐啦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你讲啊。清流，你的个性较刁滴，心内有啥物话拢藏袂住的。啊，不过，搁再安怎讲，坤英也是一个查某囡仔，你莫一日到暗对伊大声扫啦。我该大声扫，我哪有啊？是不是坤英跟你讲啥？哇，这个坤英啊，我把伊当作兄弟啦，伊竟然做宝贝啊，在你的面头前乌白讲话啦，你实在是……哎呀，你莫乌白讲啦。坤英伊也无讲你啥，伊那是无讲啥，伊那会无代无志，讲我对伊大声扫。是我家己要来找你的啊！这段日子，我看你的个性拢无改，我是为你好啊。即马，咱已经唔是在罗里村啊，咱拢已经大汉啊。你的个性若是游玩，搁遐尔啊冲动，我惊你会吃亏啊。而且，坤英三番两次救你的性命。我甲伊头一面见面的时阵，我嘛有救过伊的性命。人伊是查某囡仔，就好亲像你对我，自细汉什么代志，你拢会用让我，是安怎袂用让伊？迄无同款啊！有啥物无同款？无同款就是无同款。反正不管哪讲啦，你爱好好听金彪兄甲坤英的话，不管做啥物代志。拢爱好好想一下，莫遐尼冲动。就亲像讲话嘛是同款，莫爱留三分钱予人啊。玉环啊，你奈雄雄交讲遐济道理啊？未输你明仔载就要走？无啊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坤英是一个好人，你听因的话绝对袂唔对的。我知影，我虽然人较冲动啊。啊！不过，什么人是好人，什么人是歹人，我阁分得出来。无参详填报，巧巧人阁欠你糊涂，该讲的讲未听。啊！不过不要紧啊，你看到啊，我今嘛武功进步遐济啊，但嘛武功练好啊，咱两个人做伙去甲伊带倒转来，什么人拢无法度甲我阻挡。好啦，像我。你休困啦！你嘛较早困嘞，爱记我讲的话哦、喔。我知影。我相信以你的本事和气魄，一定会当成就这番大事业。不管我是不是会当平安把天宝带来，我无在你的身躯边这段时间，你要好好保重。请你保庇我，平安无代志，甲天宝带回来。伊甲清流拢是你的客仔，嘛是我上亲的人。天宝，
伊一定是去予朱书贵骗去，所以才会替伊甲迄个查某讲话。我知影，阿爹早就原谅迄个查某啊，啊，不过我无法度，伊放下咱爸仔囝迄个情景，我无法度放袂记。我这世人永远都无法度给放袂记的。若准不是伊个朱书贵，也嘛袂家破人亡，无得卡阿爹，嘛袂惨死。阿爹，你一定要保庇我，把天宝带回来，给伊，给清凉。啊，搁有我，找到害死你的凶手，来这一摆，你在天之灵，阿爹，你一定要保庇我。金明啊，金明啊，小花莫去啊，是啊，偷偷去啦，我都无看到夜郎，世间谁买谁拢无。大哥，大哥，其实就是我家父就逼过来买材料，大小姐。是。青鸟，大小姐那无带无钱无去啊？我嘛不知。昨你甲我讲话的时阵，阿都好好呀。我那知偷偷起来都看无影人啊。昨临走的时阵，伊敢有跟你讲啥？还是那普通是无啥无共的行为？有人甲我讲话口气，确实无同款啊！一直爱我注意这個，注意那，佮叫我要听你甲群英话，你真正甲我讲的代志啊！安尼看起来，因昨昏都准备要离开啊！你哪只讲啊？结果伊唔知影，即摆外口四鬼拢拢要掠伊啊！袂啦，我就要去找伊，我就要去找伊，青龙。青龙，甲坤英听我讲，我甲青龙落手去找大小姐。是。青龙，天宝，你真是为了我，把林家的旧厝修理好啊！朱书贵的阴谋，一定是朱书贵阴谋。我不应该回来，我不应该回来。你们从啥？完了，爷你回无唔对，你早顿来，早顿来吃。爷爷，是。都好放过伊。启禀主人，属下有天大的好消息要甲主人禀报。是毋是已经抓到林玉环啦？主人。原来你已经拢知啊！莫讲咱这个小所在，就算是全台湾，有啥物代志我唔知。主人，果然是心机妙算，多谢主人的指点，让我当个林家的老厝爆发天罗地网，到法度遐紧就抓到林玉环。所有的代志，拢伫我的计算之内。哼，好戏都要开始咯。主人，
我相信林慧芬即马伫咱的手头，高分济人真紧就会来救你。到时阵，咱就会当消灭高分济，官府阁受咱的控制。南台湾无论乌白两道，就拢是咱的天下咯。刷落来，我称霸台湾，唯我独尊的日子，就愈来愈近咯。四海，来，好好啊，对我的身躯边，荣华富贵，得予你享受袂尽啦。多谢主人提拔，我做事过，阁唔免外久，就唔免阁带只小鬼仔去。罪犯林玉环，大胆林玉环，你竟然敢诱拐信天教的少年道长，然后畏罪逃走，你可知罪啊？大林，我林玉环清清白白，你不用冤枉我。大胆，你不按头前，敢应吹应气。大林。你应该还会记，那个囡仔是我带来给你的啊！现场的人都是林静，你们哪会讲我，讲我去诱拐那个囡仔嘞？胡说！哪有这种代志？这明明是你伫遐搞一个高分子的土匪，你搁信不信呢？搁诬赖本官？堂堂一个官老爷，竟然是非不分，我看甲土匪那个人搞起来人，根本就是你！你杨爷，去！林玉环，你也知影好歹是郭金花。若无准生大量菩萨的心肠，嘛袂这么简单就饶过你。我无做唔对代志，是安怎爱话啊？我不爱话。好，你有材料，你就卖招。来人啊，在，给我用大刑处啊！是。是林玉环，起来，有人来看你。林玉环，关的当面才过了有好无？是你，林玉环，我早就跟你讲过，好好啊是阮的你，啊那无吃苦是你家己啊。恁安尼把人关在遮，无用食饭，阁无用啉水，肯袂伤消费啊？开门。水大吼，你看我钱叔的巴肠有宽，你得瑟我，我拢无甲你计较，阁芳水予你啉呢。对你有好无？来，林子，对，家你唔是最大，来啊，你吗？恁这种人哦，就是安尼啦，敬酒唔饮，要饮罚酒。
在死我！看啥？恁两个串通官府来陷害我，我一定要把恁的罪行讲给所有人知影，让恁受到报应。林玉环，你廖总讲你还可以让我出去？我那是死啊！做鬼！我嘛会放你两个耍，请你出去，出去！你阿尊，我的爱来，那是管老爷拜托我来。退了。林玉环，金花啊，较袂讨皮条，有听到？看。林国焕，你是怎知好歹？刚讲你表演当初，你怎会讲我？你这两个卑鄙的小人，我宰掉，你都来害我，害我化啊，无可能！我这这，你是叫我回应的，这。爸，叫你爸阿是，你是无听阿是，啊？爸，那是我做的代志，谁害我爸？干咩干咩？你都放肆！掉了！你还我好人，你不得好心。林玉环，你为咩骂到遐尼啊歹听？你放心，我袂遮尼啊无天良。我甲你保证，伫咧黄泉路上，你绝对袂寂寞，因为你的好朋友真紧就去陪你啊。你讲是毋是啊，四海？无唔对，恁三个人真紧就会当要阴曹地府，三人同心，义重真深。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在讲什么？啊，什么意思？赶快讲我清楚！赶快讲我清楚！清流，你莫着急啦，铁牛，你看条消息，今日就回来啊。金梅啊，咱下山来是要甲玉环带倒转去，咱即摆伫遐等是要创啥？就算讲爱找着大小姐，莫个代志探听清楚。啊，不过清流，喂，大大清波，大小姐去有光顾了去？那安内，金梅啊，你甲我讲清楚，玉环哪会去皇冠去？代志先啦，阮无了解啦。但不过寡妇一定大出故事，讲后日故事要将大小姐斩作死状。青柳，金柳啊，我是要救玉环，你跟阿爹爹是要创啥？青柳，你给我听好，我对天就做，就算我牺牲我家己的性命，我把大小姐救出来，你也相信我。但不过这个代志，别有淡薄死较惨，起码只有两天的时间，咱好好准备才有成功的希望。你答应我，你在听我的命令，连冲锋行事大主队，有听到无？Thank you.
我有代志要找你代理，拜托你好你去。我代理是你要见到的人，就是注意。哥，老爷，各位，手下留情啊！看我朱四贵的面子，手势牙关啊！老爷，拜托拜托，手势牙关，手势牙关。哼，把朱老爷面子，要你一条狗命！驾！你想出来找人家闹啊？唐老爷，你敢不知影？关老爷大过世，要甲玉环斩头，我拜托你去救伊。我就是得到这个消息才会赶来呀。你先卖着急，我关老爷要淡薄仔交钱，我一定想办法救玉环出来。你千万唔通冲动，你坐听我的安排呀。谢谢谢，多谢大人。请用地，多谢大人。有甚么大事，做你讲。大人，林玉环是我的结拜小妹，伊只不过是一个软弱的查某囡仔，绝对无可能是甚么土匪。请大人做主，害这清白，赦免伊死罪。你讲甚么话？敢讲我会冤枉伊是啊？我，大人啊。讲起来，顶边我会当抓到高分一个土匪，嘛是天保出力力啦。这挂代志，大人你真清楚啊。啊，既然天保甲高分一个人是死对头，那呢，伊家己的小妹当然嘛无可能甲高分一个人有啥物交结啦。是啊，请大人开恩。来人啊，将林玉环的铐金提来。林玉环自己就穿口穿林了，而且伫口腔已经画押，恁自己摕去看。不可能，玉环无做代志，伊绝对无可能的事情。大人，这分明是屈打成招嘛！你后边管啦，我。大人啊，啊，天保心计，一时失的。请你千万唔通见怪啊！伊的意思是讲吼，这中间无的确有啥物误会，敢唔当请大人暂时先卖行去，将代志查清楚才讲呢。朱四贵，国法无情，真歹势。这件代志，我无法度甲你斗相共，请你等。大人，我你等。朱四贵，你哪可以哦？搁安尼大细声，恐惊连你哦，卖牵连落去。大人，天宝，大人，既然你就安尼讲啊，我嘛唔敢勉强你。啊，不过，敢唔当请你代念咱两个遐尼侪年的交情，和天宝甲林玉环见一面。拜托你了。好了，我是带领咱两个交情，才予伊两个见面。多谢大人，顺便报你一条平路。林玉环若是会当将高分这个所在讲出来，无的卡，我会放伊一条生路。多谢。好。进来哦，多谢大人。玉环，玉环，玉环，天宝，玉环，玉环，恁哪会来啊？你受苦啊！我听你的消息，我就随过来吃。是的，拢怪我。我着好好保护你，才会让你受苦，才会让你……我实在，我实在是真实的。你莫安尼讲啦，这个咱二个建民村，所受的苦难，
这又算什么呢？也不过我看你安尼，我实在真不甘。我看你安尼，我实在是……这个狗官不是人，你放心，我得替你报仇。天宝，别再讲报仇的代志了，我不希望任何人再为了我受到伤害。你跟我说，你是怎样让光武的人抓在这？是怎样清凉没在你的身躯边照顾你？你别怪清凉，是我没跟他说，我自己走出来。我走出来是希望会当跟你见一面。你为了要见我，你为了要见我，跟我有人抓在这，甘愿受这罪？只要会当看到你回头，不管我受什么罪，我拢甘愿。天宝，你答应我，去高分寨甲青龙做伙。只要会当看到你兄弟也好好，这一切拢是有价值的。刘环。你哪这么戆啊？你哪有到今麦还叫我去高分寨？我，你敢知影？今仔日你会行到这个地步，拢是互因连累的啦。你甲我讲，高分寨在什么所在？我哪会当公派伊做群，替你将功赎罪？无得假，我还会当救你的性命。天宝，你敢知影？我前麦就看到高分寨的人。拢是帮助伊我善恰人的好人，伊毋是土匪。假使讲，甲朱守贵比起来，真正是天差地呀！天宝，就算是死，我嘛袂出卖高分者迄款兄弟。你讲啥？高分者遐土匪是你的兄弟？小欢，伊毋是你的兄弟。我才是你的兄弟嘞，玉环，你听我讲，其实你误会朱老爷，伊为着要挽回你的心，伊出钱出力，伊答应我，要甲你林家旧厝整理好好。伊知影你回来两个家，伊四界在走动，伊用心计较，想要甲你救出来，你知影无？天宝，玉环。好，我把话讲好煞。自从你离开了，你阿娘逐天为着你的代志，你敢知影？伊烦恼甲袂食袂困。你离开了，我为着无爱让伊烦恼，连你互人怪你遮的代志，我唔敢甲讲。我是一个外人。我哪有当替伊想？你一个做查某囝，是安怎你无法度替伊所想一个？我无法度，我就是无法度。玉环，刚讲义父讲的话，你拢放袂记的错。原谅你阿娘，阿那无，以后你的日子是要安怎过落去？无论你阿娘做出什么代志。你都不应该怨恨伊，知影无？不管伊过去安怎对待咱，伊永远拢是你的阿娘。听阿爹的话，原谅恁阿娘。只有安尼，咱的日子才有法度好好过落去。玉环，迄当阵我感觉伊有讲的真有道理，是安怎到今麦你阁想袂通呢？我想不通，我就是想不通，我就是靠对伊个查某的恨，才有法度活到今嘛。玉环，你莫阁讲啊！朱世贵甲迄个查某，不管伊做啥物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伊。你，天宝，你答应我，离开伊。你不会一错再错啊！
玉环，我无唔对，做唔对人是你呀、啊！哇，谁个老？你也知道？天宝，你得答应我，你开主事柜。玉环，天宝，你得答应我，你还记我讲的话？天宝。叫寡妇抓去，无唔对啦。当初是玉环在李庆阳去的时阵，我就惊讲，伊早晚来叫高文泽一块土匪拖累着。想袂到代志真正叫我遇着。不会应该，我不应该让我查囝受林海伤害。四贵，你不是甲关老爷关系真好，你带我来去甲关老爷求情。不管安怎，我一定要甲玉环带转来啊。我已经去过啊，无效啦。你先来个讲啦，我若真正要维护玉环，到时连咱全家伙也拢爱吃醉，你即马去根本就无路用嘛。四贵，你一定爱救伊，你一定爱救伊啦。好啦，无下，你较冷静个啦。我已经叫田伯去看玉环啦，只要玉环愿意讲出高文泽在啥物所在，那呢玉环就应该要救啊。大爷，狐狸。田伯。玉环即摆安怎？伊即摆安怎？玉环即摆虽然去用关一段咯，也毋过伊人真好啦。田宝，玉环敢有讲出高文泽在啥物所在啊？伊就认为高文泽遐人是好人，伊无愿意出卖因，而且伊阁叫我，阁叫我叫你离开阮，讲我是歹人是无？国家安怎讲？玉环也是唔肯原谅阮啊！敢讲伊因为我有我甲四贵，连伊家己的性命拢歹滴啊！安尼是要安怎？安尼是要安怎？我，你放心，就算讲玉环无爱家己的性命，我嘛无可能目睭金金看伊去丧死。老爷，老爷啊！老爷，老爷，有啥物代志？你去小鬼，将咱厝内还佮有血银行所有的银两拢佮我揢出来，我即马随袂用。老爷，这袂用得着啦。最近咱的生意无啥好，而且互高温济的人连续抢几落届啊。啊，这银两都无法度当洗，卡说讲一下将银两哦拢揢出来，恐惊生意都无法度做。你佮我点伊！我提这银两是要去救人的性命，是比救火较重要。别啰嗦，进去。是。四贵。哇，人来讲，有钱判生，无钱判死。我相信，一寡做官的用钱一定会当买受的。这摆，就算讲我朱四贵会倾家荡产，浪家散掉，我嘛一定要将玉环给救出来。多谢你，四贵。你给我来冲上！大爹，这所地是我朱四贵所有的家产，请大爹放林玉环这条生路。你想要搞后事啊？这绝对不是后事，你就甲当作是在路边捡的。你捡到这物件以后，你一时欢喜，但念上天有好心之德，了下玉环的性命。你话讲较明的，玉环的生死，敢毋是伫大人你的一念之间呢？请大人手下牙关，放玉环这条生路。我保证，我一定把高云泽遐土匪抓来替玉环赎罪。大人，你敢知影即阵嘛伫遐讲啥？凭即摆你甲我买收。我就一定把你抓起来治罪啦！大人，你若是感觉无够，你尽量讲，我绝对会有更加多的诚意啊！免讲，这档代志袂等参详啦，您出去。